WT 重庆冠军赛，女单八分之一，陈梦对阵埃及选手汉娜高达，对手世界排名第31位，而且只有16岁。陈梦则是国乒的奥运女单代表，看上去这场比赛似乎没有悬念。然而首局比赛对手就让陈梦感受到了来者不善，11-7先声夺人，调整到位的陈梦随即开始反扑，11-6、11-5连追两局逆转了比分。对手毕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，虽然失去了比赛主动权，但依然在第四局展开强势反扑。陈梦7-11再丢一局，比赛进入决胜局。决胜局，陈梦在压力下一度3-7落后，陷入绝境。此时陈梦还是发挥出了经验上的优势，一分分追，最终成功逆转了比赛，拒绝大冷门，3-2惊魂晋级八强。